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想细声啦，敢那敢那要搁你困呢？大家晚安，大家好。暗时上课爱有精神呐、啊，啊，不你做初中个。上我个课吼，有几个代志要甲各位报告。因两个代志，你爱咋来？你的头脑有咋来无？有诶，举手。有诶，举手。好。啊，有人无举手，足奇怪呢。啊，你的手有咋来无？好。那有诶，举手。好。免啦，一支就好啊。来，目睭开开。目睭讲目睭开开，就讲爱。伫民政府就是爱吼，诚实老实。我要叫你目睭开开，就是我要甲你问代志。啊，你问代志吼，你唔通去看别人个意见，因为台湾人足爱吼，西瓜挖大饼啦。啊，大家你举手，伊就要举；啊，若大家无举，伊就唔敢举。啊，你照你个意思，因为你举无举，我才知影讲你捌偌济。好，来注意听吼。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讲一遍。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一下手，好手放来。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吼，赶快目睭开开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我讲在。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对的举手，对一下手。好，眼睛打开。有两个人举手啊！我明仔载要去带恁兜呢，我若带恁兜，迄间厝就我的啊。国宾长饭店，哪有可能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咱台湾今日住伫台湾内底啊，迄头脑就是安尼呢。我甲你问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吼、差不多四分之三举手，举甲足欢喜的。我来问你的问题，更加简单的啦。有爱台湾的举手，伊爱台湾的，真的假的？手捧啦。安尼想看卖吼，胡锦涛有爱台湾无？感觉胡锦涛爱台湾举手。胡锦涛啊，好，你也看，你也看。你爱台湾，啊，胡锦涛嘛爱台湾。啊，你别干嘛讲一寡冲突吗？大家都爱台湾呢，所以你话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要跟你请教，台湾的所有权在哪里？所有权证在哪里？你手中有台湾所有权证的，请你举手我看。你都没有呢。台湾土地有所有权，那不是所有权呢，那叫什么？使用权而已呢。啊，所以你今天来上课就要学这点啦。啊，台湾上的，莫怪讲，有人伫讲，不管李登辉也好，民进党也好，台独联盟也好，国民党也好，胡锦涛也好，大家拢同款，拢讲一句话，什么话？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啊，对，举手我看。哦，你这目睭紧紧，你就唔敢举啦。因为你无所有权，你无。台湾的所有权状，所以你唔敢讲台湾是什么人的啊？台湾到底谁的？谁的？美国的啊？够不啦？人美国，等下美国有讲哦，美国有讲吼、哦，我没有，我去告美国，美国伫法院有讲啊，我没有台湾的主权哦，我无哦，你唔通甲我乱啊！判决内底讲啥？判决内底伊有讲啥？伊讲。承认讲台湾今日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呢，很有意思呢。我看吼，从你出事到今日，你唔爱去研究这个问题啦。啊，弄到你选举到你话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你等于话民进党话国民党嘛话，大家拢话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全世界无人承认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无一个国家甲你承认啊！可见，让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啊，你研究嘛？我看现在少年啊，足多，你要去研究啊！啊，这个主权的表现，主权的表现，到底伫什么所在？
会当来表现台湾的主权。所有权证是啥物人的手头？来，来看历史，咱做伙来看。因为会当表现这个主权、所有权呢，就是要用条约啊，啊，到条约啊，无就是啥？自古以来，西中国就安尼讲啊，自古以来，台湾是我们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先给你看一张图，清朝的图。清朝有一条图，迄个时阵，台湾的图，伊伫清朝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各位，台湾是我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歹势呢，正边无伊呢，右边不见呢，这不是我家己画呢，这不是我画哦。历史上有这张图啊，我甲你讲，你捌去看迄个连续剧？迄、那个连续剧就是啥？雍正王朝，你有看无？雍正王朝到落尾的时阵啊，有一张什么全国什么语？我来你个注意看吼，你好大你甲台湾甲画看麦，个人伊唔敢画台湾啊，伊台湾画安啦，画安哩哩浪浪，敢那一只虫安尼啦，伊甲你骗啊！这内底啊，足清楚嘛，右边唔是清朝的土地嘛，唔是清朝的领土嘛。同时，清朝因为马关条约将台湾挂给日本天皇嘛，哎，国际法里面有讲哦，什么样的土地可以割让？殖民地、拓殖地啊，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可以也这样割让吗？不可以割让。国光一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但是殖民地或者是拓殖地可以割让。哦，你来看历史上，1899年的时阵，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战输，在1898年战争战输了，1899年签一个巴黎合约，伊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菲律宾割让给美国，这四个所在拢总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不，西班牙干嘛让从伊去建树啊嘛？啊，甲建树会当从迄个欧洲的迄个西班牙，甲挂一块给美国，会使无？未使，神圣不可分割，干那殖民地才可以分割，才可以割让。清朝含迄个日本战争，清朝建树，伊嘛签一个马关条约，在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里面列在的，写啥？你要注意看哦。咱拢有去读过册啦，67年来国民党拢甲你教啦，啊，为小学读到初中，读到高中，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我甲你讲，马关条约你有读无？你一定讲我有读，但是我甲你讲，你读拢假。今天马关条约就这样，你甲看哦。大清大皇帝。陛下即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签立订立条约，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皇帝跟皇帝，您谈的是啥？政府跟政府啦，皇帝跟政府有同款无？绝对无同。皇帝是啥物嘛？概念是安尼吼，你听清楚哦。而且国际法咧非常重要。我是皇帝，我的土地拢从我的。啊，我交予人民选出来首相，还是总理，互伊去管。所以总理还是首相，伊有啥物管辖权？但是主人是啥物人？皇帝啦，就是有皇帝，国家拢共款。英国女王伊有伊遐土地，啊，但是呢，伊的首相有管辖权。所以首相不是拥有者，真正的主权的拥有者是什么人？是女皇。这个主权啊，在英语叫做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这个概念，坦白说，在最近这100年里面啊才有，所以中国人根本 不知道什么叫做 sovereignty， 什么叫主权，他们只有懂得管辖权而已。
啊，所以即马来哦，清朝的皇帝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所以这些土地从迄个时阵，1895年4月17号签约，5月8号生效，6月2号移交，6月17号日本开始在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政治政策，就是史政纪念日，对，迄天开始来管辖。啊，国际法来滴讲，我那是殖民地挂好你，这块土地嘛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个是没有错。问题来了。台湾到底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是不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叫你看别人无要紧啊，我跟你问，是认为是殖民地的，请你举手。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的，请你举手。不是殖民地的，请你举手。啊，无举手什么意思？欸，我讲恁头脑爱炸来啊，手嘛爱炸来呢。欸，不了解啊，不了解的请举手。哎，你他都话拢无举手，三项拢无举手，啊，个对一项好难问啦，你咪少加教咧。哎，讲唔对要紧啊，啊，不是讲讲对有干妈疼好难分乎你，讲唔对嘛不要紧啊，再问一摆。台湾是在那个时阵哦，1895年哈，台湾是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天皇的殖民地的，认为啦，你家己认为啦，请你认为东西殖民地，请你举手。哦，就帮了啊。是不是殖民地的请你举手、哦啊、不知道的请你举手、哦、除了不知道以外、啊、两个答案都对了，那当初是殖民地，但是听清楚、哦、日本天皇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想将殖民地先改皇民化，皇民化、啊、什么叫皇民化？就是你住在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先来学我日本话、啊、学日本的习惯、哦、这样学了后呢，他说我在这个土地上面实施宪法，实施宪法这个东西在万国公法里面非常清楚，实施宪法的那一天开始，那个土地就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我用我们人体给你解释，自然法里面想看看，你一个人的内脏、欸、我不喜欢我的心脏，我来割给你，这样可以吗？不可以，挂给你我就死了、啊、我不喜欢这个胃，我把它割下来给你，可不可以？胃、心脏、肺脏、所有的内脏都是神圣不可分割啦，自然法就是这个东西啦。所以只要这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候，就不管你打赢打输都不可以割让。哦，这一个观念要知道，占领不能移转主权，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这是也是再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各位，咱在你上课上个重要就是你的观念要有上心的，要用世界上现主席人大家都说、啊、人大家都听有的观念，这样才可以、啊、如果没有跟一般这些台湾人都中同样。来看这，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初一他宣布说，日本的宪法就是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在这个4月初一的以前一月份、啊、他就开始让台湾人参政权，就是说可以派五名的国会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议事、啊、这个参政权就是说为四月七日开始，台湾人在那个时候都在战争可以变成日本的军人去作战。各位、哦、这真要紧、哦、可以去作战，上台台湾人去参加战争的时阵，高山高沙族有一个义勇军，高沙族义勇军是啥呢？啊，就日本军队的军队，那跟着义勇军。义勇军其实就是啥？志愿军呐、啊。你如果不是日本的公民、日本的国民，你不能参战。
你别，你两公殖民地你不可以参战哦。只有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狼才当参战。然后，你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下令台湾实施宪法，叫板共同犯。从那一天开始，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诺贝尔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杜勒斯不能将台湾挂给任何人，已经没得挂，原因在这里。啊，问题，啊，台湾人怎么没国籍？因为我们旧嘛，2006年10月是告美国，其中的第一条，他说台湾人无国籍。欸，啊，台湾人无国籍，你再想看看，日本天皇，本来那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但是因为战争失败，这个同盟国对日本天皇也很感冒啊。啊，这个感冒的时候，要怎么？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受到处分，但是刚好一个处分，第一条的 B。就是说日本天皇，你为今天开始，你的权力，你的国家事务、国事的权力，必须转给由人民所组成的首相的政府啊。所以变成日本天皇在日本那个日本政府里面啊，收那个啊，做日本天皇变成一个象征性而已。所以各位，今天日本政府和过去的大日本帝国有同样吗？不同。怎么说不同？因为麦克阿瑟改实施和平宪法，所以不怪日本政府在跟苏联讨说我北方四岛你要还给我，苏联不爱插他。他最近给他回答一句话很趣味的，北方四岛不是你的。日本政府听一个傻的，那就不明白我的怎么说不是我的。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拥有北方四岛，什么人拥有？大日本帝国才是有北方四岛的土地啊。所以日本人本来听不走来跟我问，来我们这里啊，奇怪呢，那为什么苏联那熊熊现在跟我打破一句说北方四岛不是你的？我当然不是你的啊。哎，和你这样说上的日本天皇的啊，但是因为日本天皇不能管啊，不能插啊。各位有改呢？要怎么改？什么人要把他北方四岛？台湾啊，什么台湾？1945年4月1号实施宪法以后，台湾人变成日本天皇的臣民。旧金山和平条对这点无意义呢？所以咱台湾到今日为止，还阁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呢，只不过是日本天皇袂当表态尔尔呢。所以后摆北方四岛要讨，是咱台湾替日本去讨呢。所以日本人来上课了，因惊一条，伊讲：哎，啊你是臣民，啊日本天皇有写一个诏书讲啊，我们现在实施宪法，变成国民。我讲上个多，上个多，哎你较戆嘛，听有。臣民看大神的神嘛，所以明年的8月15号，靖国神社讲哦，你是这个12月20日时阵哦，你有105个来，啊，即摆阁220个要来，明年的8月15号，8月15号什么日子在无？啊，日本天皇在？哎啥？啊，要求哦。日本天皇生日是12月23啦，8月15号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啦。投降以后，台湾人去做日本兵有无？因为变做日本人啊嘛，所以日本靖国神社从这39,700名台湾人的英灵，拢个供奉伫靖国神社嘛，是安怎？靖国神社就敢那忠烈祠啦，可见台湾人。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你敢看中华民国的忠烈祠里面有台湾人吗？无嘛，安尼就足，敢那用这点来证明就足清楚啊。咱拢不是中国人啦，咱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啦。
啊，有清楚无？我若无讲，你听无咧？我即马甲你讲，你就听有啊。所以十七，下礼拜拜一，《自由时报》A 三、A 七，《联合报》A 九，《中国时报》A 七，三个报纸，咱要甲顶半版的广告。第一句话就甲讲，我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嘛唔是中华民国的人，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啊，你们怕破坏哦？喂，啊，恁听，无啦，我无叫恁去画啦，啊，恁别人会错掉啦。我甲你讲吼，因为台湾人过去这侪年来，拢生活伫迄个诈骗集团。诶，诈骗术来滴！诶，这个诈骗集团足厉害呢，伊家己是诈骗集团，叫外国人诈骗集团啊！你捌听到无？啊，迄诈骗集团，讲咱诈骗集团，我要请教各位，民政府有向你募款无？无呢？我无甲你募款呢，我嘛无向全台湾的台湾人募款呢，是安那奈无募款？因为咱是政府啊。啊，政府的维持是要靠啥？去收税金嘛。咱还有办法收税金，要怎样？美国要负责啊！你美国是占领台湾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啊。所以美国给咱吐一个吼，伊就乖乖啦。本来无你跟恁斗三工，咱即马开始有恁斗三工，我袂当讲尔啦。因为，我不讲啊，我从来没有讲啊。啊，你听有无？我拢啊逼迄个，我没有讲啊，我有甲答应我不讲啊，我没有讲啊，你我有讲无？我刚讲迄个啦，啊，你家己去想。好，台湾这个土地，中国人会当将台湾永远割让，中国的皇帝永远割让台湾这块土地给日本天皇，当然日本天皇拥有这一块土地的。主权、所有权，但是后壁有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甲上尾一条内底，有对日本天皇有任何的处分或者处罚吗？没有呢。啊，这法律你大家拢读过，你就知影，就是啥，没有处罚的，无讲的，就是无犯嘛，就不罚嘛。啊，刚才有这条有讲，日本天皇伊。每当管理国家的事情，必须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理国家的事情。所以，咱台湾很主席啊，真正讲哦，一旦讲和美国海峡起来，足凄惨嘛。伊有模糊政策，什么叫模糊政策？干那对，干那唔对。台湾关系法来滴，台北条约来滴，日本。和流亡中华民国签条约第十条来底讲，日本将台湾人啊视同目睭看视同为中华民国人。你听我这个视同嘛，视的视啊，电视的视啦、啊，视同目睭看啦、啊。我日本甲你看讲，你这台湾人哪敢那亲像中华民国的人？啊，你敢中华民国的人？唔是嘛？视同嘛，目睭看啦。好佳哉，在1972年的时阵啊，这个、台北条约啊作废，讲的条约要作废，这来就给我告诉，条约可以随便作废吗？当然不可以。条约哪被作废，一定在条约来的有写说，哦，如果对方。讲两个签约的对方，我在一年后我要作废，安尼会使？事先要声明，台北条约的声明。所以日本第一声明讲我要作废，安尼个作废，是第十条嘛？不会。所以为即摆开始，日本人已经无伫看咱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人。即摆日本人将台湾当作啥物人？伊要讲讲呢？因为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建树以后，他的胆都破去了，他已经没有胆了。你若不相信，日本人给他抓来开刀，都没胆了。
我甲讲吼，因遐日本人来遮咱笑干呢。我你唔想，无你去照电工看卖啊？恁绝对无打。啊，所以即摆日本人来上过课了，伊就知影啥？啊？你是臣民，我是国民啊！我日本天皇讲的。所以呢，八月十五号要去祭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呢，拍摄向来卡到头前。上台湾人嘛，喜欢那台湾人，臣民嘛，心较大呢，民较细呢。所以日本即摆即边选举啊，民族主义啊，恢复啊，民族主义啦，不是民族啊，主属迄个民族啊。日本讲哦，我们要废掉宪法，要恢复明治宪法。原因在这啦。不过伊那恢复啊，我难听的呢。不过是不要紧啦，因为日本听到袂当讲话嘛。所以日本的即马即个政府，伊是大件呢，即马我难是做大件呢。所以咱台湾将来甲日本会变成啥 ？Commonwealth。所以台湾不属日本国家的，没有属于，是属于日本天皇的。你捌听过啦？啊，因为日本天皇现主席，甲英国女王同款 ，Australia、澳洲、纽西兰拢是啊，加拿大，因用的钞票，贝里斯用的钞票，顶管拢印啥？英国女王的相片。啊，就真奇怪吼、哦！其实唔是奇怪啦。六十七年来，国民党嘅教育，中国人都唔爱互咱知啦。尼克森伫1972年2月28日去即个亚洲中国访问嘅时阵啊，周恩来甲伊讲啊，讲六点啦，其中第五点讲啥？我们要求不要让日本的势力再度进去台湾呢，是安怎？人因有读国际法啦，但是无管你安怎要求，日本天皇的势力一定会入来台湾，是安怎？这块土地都伊的啊，啊，不是干你安尼讲的啊，含美国政府搞安尼讲。2006年10月20日告美国，2007年上半年，美国有关单位主动打电话给我，甲我讲一句话啊，我实在是永远忘不了了，伊讲。Roger， 我美国和日本天皇战争，注意哦，不是和日本战争哦。我美国和日本天皇战争，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即马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我爱跟什么人讨论？美国爱跟谁讨论？天皇啦、啊。伊讲奇怪咧，啊，即马日本天皇都袂当讲话阿咩啦？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对啊。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啊，啊日本天皇袂当讲个要咩啦，咩啦，咩啦？无，咱是臣民啊，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一提一美啊，伊应该日本天皇你袂当讲话，你的国家的代志，甲你 suspend， 甲选，甲调起来，安尼变啦？我甲你讲，台湾民众嘛袂当讲，但是我有方呢。我头脑真好呢，你要听无？你未记得讲去年，咱有150个内阁大臣，台湾民主的内阁大臣去甲日本天皇10月23日甲接收，有无？哦，佫甲咱安排呢，就是安排咱拄仔好头前30公尺就是日本天皇的，你看相片。迄、那个日本天皇伫遐吼，我就特别甲大家讲，喂，恁去吼。台湾民众举爱甲举起来，哎、欸，足奇怪哦！日本的皇宫啊，从来除了日本的国旗以外，不可以拿任何的旗帜进来。但是好佳哉，咱们就二三去嘛吼，我18日我就派人去甲日本天皇将迄本册，旧年是将这本啊，咱今年要摕这本啊，旧年是用迄、那个。啊，做迄个啥紫色诶，诶封面，日本册先送去给日本天皇看。日本天皇看看，伊嘛惊着，所以咱去要日本皇宫的时阵，皇宫宫内厅啊，打电话给迄头前的两个，迄个警察，甲讲啊，让他们拿那个旗帜进来，
所以咱破打破纪录，摕机啊入面，你有看民政会机啊，有无？摕这个机的时阵，干哦，这么多，免满载满载满载，日本天皇哦，挥挥手，甲翕相起来，我甲美国讲，日本天皇已经同意让我们台湾自治。美国说我没有听到呢，我也没有听到，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就既然和平条约给日本天皇不让讲话，但是万一个万等有个话，我们要自治，说好好好好，啊，你有听到吗？欸，你都没听到呢，你不要配合呢，你啦，含白菜话都不要说，国民党比较高啦，你有听到吗？有啦，对，他没有摇头嘛。今年220个，搁一摆，甲日本天皇讲，我们不只要自治，我们要中华民国把他赶出去，好不好？好，好，好，拍手。这就是政治啦，政治要用头脑啦。所以讲，包括遐台独也好，啥物人拢甲你骗讲，哦，咱就爱用武装革命啊。拜托诶，若要讲武装革命，叫伊行头前，迄阵人拢要叫咱行头前，讲咱无够合作，我们不团结，有无？甲咱安尼骂有无？我讲遮吼是足无良心诶啦！每一摆若叫咱去行街头啊，咱大家拢比啥物人较早啦。啊，若讲伊无钱，就大家一日饮钱，一日甲无款啦。啊，讲咱不够合作啦，各位。台湾人不是不合作，是你是你吼、哦，拖乱那个行路行唔对去啦。所以，各位你来这上课，你要有抉择，对的路去行，唔对的路唔通行啦。我还继续讲，你才去听去听有。古今川和平条约23条讲啥？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的是什么人？嗯？美国的野手？日本的野手？你没人野手呢，但是外口吼，你坐计程车你也问看嘛。第二次世界什么人轰炸台湾？我甲你讲，有一半计程车司讲日本，超过一半。哦，你搁较过分，不是干啦，超过一半尔。我有一届吼，甲12个。大学生啊，没博士，博士班的那个在校生啊，12个啊，座谈12个。我跟伊讲，我恁成绩拢真好，会当读那个博士生嘛，博士生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谁来轰炸台湾？7个甲我讲，日本，日本轰炸台湾。我不讲话，我搁甲问讲，哦，日本轰炸台啊？为什么？8年抗战啊？你会感觉真好笑，对不对？即摆台湾的囡仔已经戆到即款的程度，你就想看。所以你来你上课，我相信你周围嘛真侪人甲你讲话，啊，你唔通去啦，你会去用掠去啦，同款啊。但是你也看啊，为2004年我告美国。2006年告美国到今已经6年啦。民政府所有的成员、所有的人、学员，无一个人去予中华民国掠去啦。为什么？是安怎？啊，伊惊咱啦，对不对？对啦，这嘛是对啦。但是我甲各位讲，希拉里、奥巴马拢替咱讲话呢。伊讲这个团体是按照国际法在做，你不可以动它。安尼咱有病无？所以你来这里上课啊，足安心的呐，无人会插你啦。包括咱今麦挂迄车牌 USMG 的车牌有啊，美国军事政府的车牌88，迄上啥物人晒？今麦全台湾有400-500家去走啊，有对决人去互伊移送法院，无呢？无呢？为什么？警察看到，所以就向边去啊！奇怪呢，为什么？我跟你讲，
中华民国现主席这个政体里面这些 高级的官员都说知道得非常非常清楚，台湾民政府近一年满两年一定要接到他的政权。你没听没相信，但是你听我说，你相信你三天上山你就差不多知道一半，你若说知道一半、我三天要怎样，因为你还有高级班要上，因为我若一次说得太深你会火气啦。我若不相信，我若坐你，我跟你说台湾是日本帝国的土地，你绝对听不懂啦，较有可能。但是我现在跟你说，我照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导导跟你引导，你就听我说啊，原来都是照条约来，美国的判决你就很清楚的。所以有的人说你秘书长你说我们是日本人所以他就去告日本政府说你的国日本国籍要还给我日本的犯人在1986年给驳回。那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现在日本政府是叫做新日本政府，跟原来的大日本帝国政府不一样啦，那我讲改革不一样的无同款的国家啦，所以咱的国籍是啥？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啦。但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现主席就《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B 已经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给 suspend 给吊起来，所以咱暂时台湾人变作没有国籍啦。还有清楚无？所以美国的判决的第一项，你本土台湾人无国籍，人是安尼来啦。我相信啊，你是在全台湾啊，包括遐读什么国际法啊，搞不清楚啊。你知影吼？要讲台湾的地位啊，爱用战争法。什么是战争法？无人去读战争法的啦。安怎讲？读战争法无饭好食啦。世间也无你一天到晚咧战争啊。读战争法，什么叫战争法？上少有五个，第一。海牙第四公约，第一日内瓦和平公约，第三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决，第五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3000多条 FM27。我跟你讲啦，那加这五个吼，和一般这大学生要读完哦，读十年都读不完啦。那都是文的，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几百个里面只有一个判决，我跟你说我就一学期给你读不出来，你就看不到重点了。所以你从这要融会贯通以后，万国公法要加入，刷下去主人法要加入去你只读两个条约有效无效，你也要比较。我跟你说是怎样，台湾以1952年的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台湾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证明，给你看好吗？好不好？好，你来拍手啊！我读到要死呢，你敢拍拍手，我就爱跟你讲啊呢，对不对？所以你拍手运动的嘛，干不是？来，无变啦，我无讲过拍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写啥？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来注意看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各位，这个 Japan 是什么？讲日本的灵魂呢、Japan 有包含两个嘛，一个叫什么？日本天皇，一个日本政府嘛。这个日本是啥？日本政府啦！你说稍等，稍等，你怎么可以确定说是日本政府呢？因为1945年9月2号，当你签那个日本的投降书的时阵，有一个人是日本的外交部的部长，叫做丛光葵。丛光葵
去签这个和平条约的时候，投降书的时候，崇光葵的身份代表什么？ Emperor 皇帝 and government。 这呢，这里面有哪有啦，这张 slide 有哪有啦，就是说崇光葵代表两个身份，皇帝跟政府，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政府和天皇是分开的，代表不一样的东西啊。在法律上来讲，是两个不一样的法人呢、啊。后来，你看，这就是投降书了。崇光葵哇，字较细字，你可能无看啦。哈，又看哈，这里啊就崇光葵哇。监管哈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 government， 有无？这整体足清楚的啦，你也看哈。又最后面哈 ，the emperor of Japan， 日本天皇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分开的啦。所以政府跟皇帝是分开的啦，但是国民党要跟你骗，两个跟夹夹做伙。所以咱读的历史拢是错误的。是去哄骗去的，让你的思想不一样去。所以你看了这个以后，你再看、哦、这个这和平条约第二条 B， Japan renounces， 你再看、哦、All right， 你奇怪 ALL， 那听英语的人都知道 ALL 后面的东西要加什么 S 嘛，干嘛要不叫少年人都读过英文嘛， All right and title， title 也要加 S 呢， claim 也要加 S 啊，怎么不加？原来是对呢，这句话就是说日本没有放弃台湾主权，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right of sovereignty。 主权权利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义务啊，有权利必然有义务嘛。这个义务就是什么？就是万国公法里面神圣的天父，就是天父，天父的义务、啊、这不能放弃了。天父的权利可以放弃，天父的义务不能放弃。例如这间厝是我的，现在税金有够重，我交不起，我不爱了，我不要了，这个房子我不要了，我不爱了，我搬走。我问你，那这个时候税捐处要找什么人来交税？要找谁？厝主啊，敢袂当走？走袂去。我就算我不要，我不爱，我不爱，我不爱住啊，我不爱住啊。歹势，你不爱住，你还阁有义务啊，你嘛爱照常爱交啥税金嘛、啊？这个义务就是这个物件啦。所以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你现在日本政府放弃管辖权，日本天皇的土地他有管辖权嘛，他放弃，就是你不能够同盟国说你不能管，你不能管台湾这个土地的老百姓，所以他放弃。放弃放弃以后，所以台湾人如果要自治，要自治，要自治的时候，不是自决哦，是自治哦，要去给日本天皇同意。但日本天皇现在就不能说话，所以我们用方法去几杯子给日本天皇挥挥手，日本那个美国就同意了、所以过来意大利条约1947年2月10号来那张意大利的那个合约看23条，意大利合约1947年2月10号的23条，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哎，这个条约和咱台湾的迄、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条约不一样诶，对这样不同款，欠一个物件有无 ？Right 和 title 台湾加一个啥 ？Claim 有无 ？Claim 这个物件就是 sovereignty 所独有的啦。意大利放弃索马尼亚的 right 权利加名义，但是伊无法度放弃伊的 claim， 因为这个 claim 是
领土 territory 所专门拥有的东西啦。所以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安尼有亲无？啊，安尼有亲无？唔是安尼尔呢？还有几个条约，甲比较起来拢同款呢。所以你看，你普通人，你去读册，你无真正无咧注意遮个呢。你读得过啊？啊，那有迄个汉文的上好啦。汉文的我拢免看原文啊，我汉文的看就好。啊，所以汉文的你要看，你就去互骗你啊。国民党是专门伫食台湾人食这点啊，因为你袂去查，你敢当偌可怜？台湾人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啥啥物时阵才有迄个汉文的迄翻译出来？你敢知啊？伫我要开始研究这个物件头前两年啊，就是伫差不多伫2004年左右啊，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翻译啊叫出来。更可恨的，台湾所有大学，中华民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大学里面的法律系啊，有叫你去读《旧金山和平条约》，或者叫你去念《马关条约》了。干哪，跟你讲《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给日本，跟你讲日本，啊，说的后边跟你到起故宫，日本窃占台湾，窃占，窃是什么意思？饕餮呢？啊，咱想看卖啊，哇，饕餮，日本饕餮台湾，啊，我要叫即摆你讲叫我去做日本天皇，是日本帝国的下即个啊做国籍，啊，我则无爱咧，迄饕餮国家我无爱，所以各位，用错误的历史，互咱台湾人误走了好多年呢，所以咱到今日为止。咱告这个美国的政府、欧洲的政府、日本的政府，即摆大家拢知影讲，有一个人，就是我含228个台湾人去告美国讲，你要给我正确的台湾地位，台湾的地位，从头来，大家要讲好清楚。上少有一句话爱讲个清楚，就是讲我台湾甲你中国绝对无关系。你也看哈，国民党伊讲啥？终极统一有无？马英九因老爸讲个嘛，什么化独建统有无？终极统一嘛有啊？马英九讲终极统一，啊，这民进党讲啥？未来一中有无？未来一中啊，夭寿啊，拢要中国啦！啊，搁一个人陈水扁，伊迄边画啥？一边一国。嘿，我一直想一边一国，我想想的，搁较想都唔对咧。一边一国，甲老外迄国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咱画的较好，两边两国，两边两国才对啦，对不对？你目睭，你头脑爱咋来啊？想看咩？两边两国才对啦，敢唔是？是不是两边两国？对下去玩玩。啊，一边一国对下去玩玩。我好，人家在玩文字游戏呢。啊，那台湾人戆戆呢？真正有够戆呢！一边一国，跟老百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怎？谢长廷不去中国，泪流满面。啊，夭寿哦！多开始的时阵，我嘛支持到尾，还跟我最好的朋友呢。选举的时阵，大家拢嘛关机。我为高中的时阵，读建中的时阵，就开始指指甲啃的，唔是甲唔啃好听啦，无款啦，无人敢提嘛。啊，甲啃去迄个台仔顶嘛。我在座嘛，足侪拢捌啃过。我啃到什么情形，你知吗？啃到吼，那底下讲含迄坐公车的钱都无啦，用走路的转去啦，为网甲行转去阮遐，啊，行两点钟久啦。你看偌戆戆到这款程度呢？所以啊，不是只有我戆而已，在座各位都跟我白戆呢。因为咱过去知道嘛，啊，是嘛不是说不知道，当国的时候怎么说？消灭中华民国有吗？有吗？当年比较年轻，我比较老，我知道了。那时候也说，这消灭中华民国有吗？什么那
台独的回来台湾讲安那，维护中华民国体制。啊，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啊！啊，什么叫做流亡政府？知影什么叫流亡政府的握手？啊，你唔知影，无恁你讲流是什么意思？流亡政府是什么意思？在国际法内底规定，离开固有领土，把政府设在别人的土地上面的，叫做流亡政府啦。例如西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伊目睭看会到。啊，以前这就是世界大战，法国流亡在伦敦，比利时流亡在伦敦，韩国流亡在上海。因这三个国家迄当阵的名拢叫啥？听清楚哦，法国流亡在伦敦叫做 French London， 比利时叫做菲律宾 London， 就是比利时流亡政府在伦敦。韩国的流亡政府在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我问你，中华民国现在是 Chinese Taipei， 你参加世界的组织，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所以叫做 Chinese Taipei。 刚才他给你翻译说中国台北，中华台北。各位台湾人看戆到这种程度了，无你汉文歹嘛，无啊，迄个英文歹嘛，嘛会使。啊，你汉文嘛无好呢。你唔相信？你等伊吼，即少年也要英语的，等伊甲拍看咩？拍英文啊，现在是台北，看原文啊。当然，现在是台北，伊即嘛袂甲你写。伊是现在是台北啊，甲 French London 啊，伊三什么意思？现在是台北真正的原文是安尼 ，Chinese 的中国。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因为流亡政府只有能够在一个城市，所以你别当讲 Chinese Taiwan no， 安有清楚不 ？Chinese 台北是城市嘛，所以人讲台北是中国城嘛，没有错啊。啊，台湾人唔知影呢，所以。那安尼个看起来，台湾足济文化、足济用语拢要改变。什么叫渐趋？叫做难民营对。你流亡伫台湾，应该是难民营嘛？啊，难民营，你迄个西藏的达兰萨拉，诶，难民营伊爱付租金呢？哦，咱台湾人有够好嘢啦，好你带。啊，无好，啊无好，甲你起薪咧，互你设备拢上好诶。各位，咱台湾的乌里桑、乌阿桑住伫破破烂烂的厝，遐难民营，遐中国人拢住伫水当当的厝。我甲你讲哦，迄是我看到非常非常的不满。伊甲你讲，啊，我去当保护台湾呢。台湾伊当时来保护过，1950年的6月27号，韩战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公，台湾地位中立，派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所以自迄个时阵开始到今日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唔捌拍过台湾。金门马祖不是咱的呀，还是中国的。在金门马祖是伊中国的，所以台湾偏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日为止唔敢甲你拍，啊若甲你拍，爱用空包弹。1966年，李登辉伫选的时阵，伊甲你拍两粒空包弹，伊奈不爱拍实弹，因为若用实弹，伊就徛着犯着国际法，等于侵略。中国人足清楚的，伊足清楚讲哦，台湾唔是伊的。所以三年前我开始讲，嘛唔是啊，五年前我开始用这个见解，我咧讲台湾的地位的时阵啊，我将伊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甲戳破以后啊，中国三年以来唔捌再讲一摆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伊即摆我讲啥？台湾是中国的 core interest 核心利益。看到鬼，什么叫核心利益？拢伊讲啦，你发明遐有诶无诶啦？啊，你著对伊在走，在咧走，免插伊。
我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七中就好了嘛，敢不是？所以你要怕啥？你若高级班，我就给你上那个中国国情报告，更加趣味。我就给你证明讲哦，伊绝对袂给你拍，一摆都唔免给你崩掉。既然台湾这块土地是属日本天皇，日本天皇以后，伊经过万国公法，和台湾人1937年皇民化。你讲哎，皇民化这有例无？有。北海道是日本的爱奴族所住的，北海道的爱奴族所讲的日本话，嘛不是日本话呢。在日本天皇先和爱奴族皇民化，然后再将北海道实施日本宪法，啊，再将北海道纳入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了。啊，那台湾很主席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琉球嘛是呀，啊，琉球本来就是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就今天和平条约第三条，琉球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所以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阵，琉球的人伊要出国兵啦，美国军事政府都要发行美国琉球民政府的旅行证件给琉球人啦、啊，各位就这张啦。我甲问美国，稍等咧，你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我台湾是你美国占领地啊，啊，我乃无这张，我为什么没有？啊，你刷入去10月2号，希拉蕊跟那个国土安全部的电视转播讲。我们要给台湾护照免签证，有吧？有吧？你有听到这句话吗？各位，你有台湾护照的，请你举手。啊，你无台湾护照的，请你举手。啊，手捧，你拢无台湾护照啦？你若有的，就是伪造的啊。咁真正免签证？什么叫免签证？我问你，那台湾人看偌戆到？而且国民党用迄个骗骗骗，讲叫免签证都偌欢喜，吼！伊拍拼几年，所以终于得到免签证。本来 AIT 去检迄个签证才 interview， 即马免 interview， 叫你去啥？去网路上，去国土安全部网路上。本来 AIT 是民间组织呢，啊，即马变成是国土安全部呢。嘿，这台就有足大的故事呢。我差不多一年前，我伫这个所在上课，我就甲各位讲过。美国，我要要求美国爱将台湾关系法废掉。你讲奇怪啊？台湾关系法，台湾的报纸唔，你写讲迄是保护台湾人。我甲你讲，你拢叫骗。台湾关系法内底的台湾人，伊的英语写啥 ？The people on Taiwan， on Taiwan。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内底讲的台湾人啥 ？The people of Taiwan。一个是 off， 一个是 on， 你有看无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那和平条约来底下，咱才是这个人啦、啊。啊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咱是这个人，除了我们以外，还在加上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啦、啊。马英九的记录也，所以台湾关系法是伫保护遐中国人啦、啊，那伫保护你。我一个讲咧，美国拢惊到咧，哟哈。啊、你怎么都知道？我怎么我哪唔知啊？我足够读册呀！我哪唔知啊？我足清楚呀！所以我甲讲，就今天和平天要废除。那你就这样和平讲唔笑，讲受紧。台湾关系啊要废除了。我头先讲迄句话无错，因他们在监看哦。我头讲迄句话，我讲一摆好了。台湾关系法要废除了。他们讲啊，他们已经开始在废除了。AIT 本来有450几个员工，到年底剩几个？40个。啊，你讲一奇怪呢？啊，你来哦，迄20000几平，啊，40个要哪上班？迄机甲遐尼啊大，啊，40个上班？各位，因为咱各美国的关系，美国法律甲要求，你美国军事政府要回去台湾呐。
所以一月十一，一月初一，美国国防部长佩纳达上那一支旗，红的一支，一支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旗。上一支旗，刷了又甲讲一句话，上来的人是国土安全部的人，伊讲你这句话带给秘书长，伊讲 as you wish， 如你们所愿。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啊，你们的所愿是什么？你们所愿是什么？因为对，因为咱一直咧甲告讲，你美国军事政府爱入来台湾，爱恢复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这样直接占领台湾呐。啊，中华民国爱离开啦，好唔好？所以中华民国伊知影，伊即马开心啦，下死命。下死命的恶啊！吼、哦，什么死人骨头都利用啦，伊都要恶钱。不过你放心，伊恶未去。安怎讲？钱伊把都吞落啦。你敢捌看到中华民国还是国民党任何人将因的新台票甲吞落？捌无？捌无？有无？有无？无吞的你惊啥？拢留伫台湾啦！后摆咱的民政府咱就安啦，用智慧甲恶出来。不太人的钱又吞下浪费不啦、欸、我等下要跟你说我跟你说、喔、你不用烦恼啦现在台湾人、喔、越来越散、啊、越来越散是怎么用的过去1949年6月15中华民国印新台票给我们换一块给我们换40000块我们的钱会记得没欸、你哪会记得？我白讲啊，我都唔知啊，你哪知？看册啦。啊，你换对哦，是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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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是嘞，是嘞，是嘞。哦，是嘞，是嘞，是嘞。哦哦，这两个两百块够。啊啊，其他要不？要不？啊，哎，我要百，你要百块？你百块几岁？我看你足少嘞呢，无咪讲你啦，我后边。哈？你拢换对哦？哇，歹势咧！我实在吼，我别知啦，我着生活较老咧，我换无着啦。我甲你讲吼，我甲你讲吼，咱来民政府即种吼，我要转型正义。新台票40000换咱的正台币一块。我讲清楚哦，台湾人才有哦。啊，台湾人要哪证明？即边11月7日去美国的时阵。有那架飞机300-400架飞机里面有71个人用网络签证去美国的网络签证嘛要经过海关那台湾人推推的中华人两个护照就拿着就开他说、啊、你哪里人台湾人他护照上面写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有啊Republic 叫啥？中华民国。来来来来，华航那个翻译小姐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护照上面写 Republic of China 是什么意思？我讲讲，你是中国人，你中国人啊，你乃台湾人，你骗我。哎，无啦，我是台湾，侬嘛安尼讲。啊，你有没有 ID 身份证？我，身份证贴出来，你的身份证贴出来看麦，电管写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等下哦，我跟你讲哦，你是国民呢，你是国民呢，你不是公民呢，你去投票是你投什么意思？你去投什么意思？所以有的人哦，拢吼你甲讲个足大声呢，哦，我投票哦，啊，你无投我投民进党啊，不不不，你拢投国民党，够贵啊！台湾人唔通阁戆啊啦！啊、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为什么那个国民两个字我们不是公民呢是国民呢你没投票权呢他现在美国他现在跟美国说、嗯啊、那台湾人都自己要来投票他们自己要做我们中国人啊你看看你去给他投票给他延续生命还给他吃豆你说台湾人有功吗有功吗不敢说而已唔敢讲呢，大家都唔敢，大家都冇班人讲戆嘛，对唔对？
真少像我讲我遮巧安尼。好，美国讲你身份证拿出来，搞翻译工，来来来来，这上面这个 ID 上面怎么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问怎么翻？戆去啊！其实遐海关拢知影啦，因为海关遐哦，真侪拢是国土安全部的啦。伊讲，一翻译就只有爱老实讲啊，中国人，你连续骗我两次，到小房间来。你知影吼，你若骗海关哦，要去小房间呢，要你烫衫烫裤呢，你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面拢敢那苦瓜，摕出来，有钞票嘛？钞票上面怎么写？翻译，来来来，上面怎么写？你不相信啊？你的钞票拢摕出来看麦啊！不管你是一千块、五百块、一百块，还是铜板，拢写中华民国啦。伊讲你还有什么话说？你真正是哈，秀才遇到兵了，有理说不清了。所以各位，你是什么人？我别讲，你给我证明我看，你证明我看，你凊彩摕一项物件，给我证明你是台湾人，我看。各位啊，台湾的身份证有法了啦，因为迄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迄、那个海关改讲一句话啦，讲一句话，因无戆戆啦。因为你们台湾政府已经在发身份证了，你还没有吗？夭壽啊！不是啦，那可怜的台湾人，那较住伫彰化。伊讲哦，我回来哦，叫阮后生讲，你给我拍门看麦啊，叨位有迄个身份证，我奈无。啊，迄天拄啊好，迄暗我伫彰化吼，乌日要演讲，伊为彰化市吼叫因后生甲载，规家伙啊拢载咧，载咧乌日的迄个教堂啦。听我讲。哦，我终于找到了，今天听到新闻讲，我们要办，全家都马上办了，全家都马上办身份证了。你等于跟你的朋友讲，伊若无爱办的无要紧，你甲问一句话就好，你什么人？伊若讲台湾人，你讲你甲骗，你说谎，你是谎话。因为我是台湾人啊，啊不，你找一个亲戚，找一个证明给我看，伊绝对找不出来。我跟你讲，咱什么时候去予中华民国专家？你敢知影？1946年1月12日啦，1946年的一月，1945年8月15号投降，1946年的1月12号，行政院公布一个行政命令啦。从1945年10月25日起，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英国跟美国三拜抗议 ，No， 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签呢，谁说台湾要交给你？所以那个抗议到今日仍然有效，所以咱不是中国人，你敢能选啥？你去算就是安那，让中华民国生命搁延落啊！所以伫去年12月31日万年会的时阵，咱今年我那有啦吼。万年会的时阵，我伫台下顶宣布讲，今年就是明年啊，就12月31日，我讲1月14日投票的时阵啦，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喂，我不是现在讲讲的呢，你看咱的样大，当场有1000个人听到呢，这1000个我有看伊的面，迄、那个脸色，个个吼，我讲靠可怜，迄、那个时阵呢，蔡英文哦气势偌尼啊好嘞，含迄个陈水扁都讲吼，我都变偌久我都放出来，蔡英文赢嘛，各位。开票结果呢？80万元，差1000票。但是伊有甲80万，你也再搁降来，差1000，敢那200票的款。安尼有准无？唔是我搞，唔是我搞，是 CIA 甲我讲的。CIA 来讲迄个话，是蔡英文伫迄年的10月11日，伫
高雄的罗岗公园讲一句话，美国转倒啊！伊讲啥？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我跟你讲，伊讲这个台湾政府哦，和美国转倒啊！美国，你开什么玩笑？你当时来美国访问的时阵，伊边个人甲大家讲：“哦，蔡英文是头一个入去美国国防部对话的人。”各位，我真正实甲你讲，蔡英文没有去美国国防部，伊敢若去国会办公室尔尔，智库的办公室尔。当时含伊蔡英文面谈的敢若有两个人，一个是国安，一个是国会办公室的主任。那个国安就是含咱去聊那个人，亲自跟我讲的。伊讲迄个时阵，蔡英文甲伊讲，嘛古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因真欢喜啊，因为哈好不容易啊，你台湾人开始知影，哎，倒来讲个宣布迄句话，所以美国讲他绝对不会选上。所以甲我讲输80万，哦，我是讲哦，我迄阵要宣布以前哦，我出咧等呢，我来出咧等。我若宣布了伊家的，啊若无对，啊若唔是照讲啊80万，那70万嘛逃去，75万嘛逃去，还是85万嘛逃去？因为乌白讲啊，啊你是不是台湾民众有关门？伊呢会关门呢？结果一个宣布，所有的人拢惊一条啦。我要知影，我若要去什么大家乐啊，什么千赌，我买当压着钱。我都不晓呢，但是吼、哦、有人赚着呢。伫高雄哦，被警察抓着呢。我敢若桌顶着5000万呐、啊。啊，伊用，啊，甲问啊问讲哦，啊，你若知影讲80万，伊讲啊，都台北有人讲。哎、欸，我看啊，台北敢若我讲尔呢。啊，无分我呢。啊，有够戆呢。今年的12月30日，咱的忘年会啊，欢迎你来参加，因为许份你会当参加。啊，今年唔知道有咩宣布啥，我更唔知啦。台北较近的时候，伊会甲我讲一寡代志。我甲讲，你今年来讲一寡，何阮哥感觉无可能的代志啊？你好冇？嗯，特别好。啊，要参加忘年会的举手。要参加忘年会，请你举手。安尼了，好啊。你若举手的爱来啊，若无来，巴肚疼。好啦，好啦。我咧讲笑啦，你无来我也无法度你。好，台湾的地位，大家拢知影以后国会要安怎行，这是重点啦。因为现主席呢，咱有一个官网叫做台湾民政府官网，拜托你甲拍台湾民政府官网。台湾民政府官网啊，我是希望讲咱所有的受训的人拢爱注册。所有的哦，你所有的人爱去注册，啊，你也要注册无？会无？也要迄个网络上注册的举手，会晓的，会晓。好，啊，袂晓的举手，袂晓的吼。啊，那袂晓的吼举手，啊，你那袂晓的，啊，佫无200块，我继续举咧。啊，有200块无？有无？然后后拢有200块啦，200块去拜托你的孙啊。你讲来，你给我注册，啊，我给你200块，啊，你都变个看呢，啊，不伊给你骗啊，啊，怎么注册吼？你来看，来，这个网络来，啊，注册有啊，左边，哦，你来看啊，注册有啊，注册，啊，注册哈，点入去，哦，啊，就走出来。即马有，你看哦，咱受训了2000几个，2500个左右吼，啊，这1359个注册了，看会侥幸无？啊，剩咧1000个，唔得走一堆呢。啊，袂晓嘛有200块，我头来问你啊，你讲有200块嘛？哈，来200块，来，嘿呀，电子邮件吼、哦，叫你的孙啊吼，还是你的后生啊，替你弄一个，那个电子号码，还真简单啦。啊，这个吼、哦，密码吼、哦，用你的手机就好啊啦。啊，下个再拍一摆你的手机，啊，过来问题啊啦，1+1等于多少？等于多少？啊，有其他的答案吗？1+1等于2，啊，还有无？1+1等于多少？3的有没有3？
哪个？水，好水，啊，够嘞，够来者，王，啊，够哇，我甲你讲啊，无遐深啦。台湾民众足简单啦，一猜等于二啦。要是无想到讲吼，这个问题考到大家嘞，足侪人卡里面啦。秘书长，啊，一猜拢到底等于多少？我拢怕袂入去。我一猜等于二啊。幼稚读到二啊，无读幼稚吼，你竟然问我一猜等于嘛？改两二，啊，等于二啦，会晓无？安尼就注册尔嘛，安尼尔嘛。啊，怕你，咱在座各位是四十五届，安会使无？等下爱注册，好个举手，好个举手。啊好，啊无去注册，巴肚疼，我就讲啊。你无电脑？我你。啊，你把我考倒了。啊，你的儿子在外面也有电脑，学校也有电脑吗？没有，没有啊，我小孩子都毕业了。毕业了，一定懂电脑吗？哎呀，好了，我倒啊了，我倒啊。啊？平板？平板电脑呢？可以，那个都可以，能够上网的都可以用啦。各位，我跟你讲，我讲一摆，你拢爱尽最注册啦。你来，你受训就是后摆是民政的基本的行政官员啦。我们以后要派任的时候，要给你派出去。我俾你联络，我是用这个电管你的网址嘛，跟你联络嘛。啊，无即摆吼，美军一个礼拜，咱接到政权，啊，即摆要给你派工，你去对，你去对吼，啊，无多联络，咱去咩啦？手机你也会晓用，手机号码一定爱留咧。三不五时啊，嘛爱等来看咱大家坐坐，尤其是礼拜每一日，咱来上课以后礼拜。一到时啊，第一节课是我的课，我拢去讲，会甲大家讲上届新的民政的进度。所以你看，礼拜的时阵哦，咱即摆是坐安尼啦吼，坐超三分之二左右嘛。甲礼拜哦，我讲低二低啦，因为恁拢会当倒转来听课。上新的进度，我来甲你讲。所以讲倒转来。对啊，三个礼拜啊，对吧？哎呀，啊，就礼拜每，无啦，唔是啦，唔是即摆啦，后摆啦，四十六期的啦，四十七期的啦，你要转来拢会使啦，嘿啦，会当转来听课啦，坐在后边听上新的进度啦，啊，旁听啦，嘿啦，旁听啦，过来，台湾，因为国民党给咱的教育，一直要将咱台湾人。甲伊中国人甲划等号，咱台湾人拄啊开始的时阵，还阁会晓知影讲我是台湾人，我毋是中国人。啊，伊读个册内底甲你讲哦，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即句话你甲想看卖啊？你若对一个美国人讲，你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笑诶，对。啊，你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你咪笑嘛？你嘛是笑诶啊？咱。什么时阵甲中国去挂钩？甲你骗讲啊！恁的祖先拢是为中国来，各位，咱的祖先敢为中国来？我甲你讲，你唔相信哦？我做例就好了。阮家的公妈卡嘛，公妈卡嘛，你听有啊？新民道顶的公妈卡嘛。我咧破假讲，我是十七代啦。我一个公妈卡。过年的时候会甲拍开清嘛，拍开我甲看啊，阮老爸名有，我的阿公的名有，我的阿祖的名有，我的太祖的名有，过去无啊，啊十七代唔知要怎来，啊过来，阮即摆迄个梦拢甲捡捡到顶啊，捡去塔内底啊，同款啊，找甲阿祖、太祖的。迄个梦啊，国鬼拢无啊呢！可见各位，咱的祖先的历史，甲咱家历史拢假。中国人拢来这套，真正拢假嘞。啊，
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哦，我再跟你讲，我有很多朋友，包括印第安对啊，包括那个咱的蔡基元总理，有很多人，伊的什么姐姐妹妹吼、哦，去中国去找因家的祖籍啊，无一个是真的啦。阿扁也讲伊是什么？少安啦、啊，有无？阿扁也讲嘛，你会记得无？少安是一个真水的乡下呢。啊，台湾人拢都是为少安来。各位，人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妈，有无？我跟你讲啦，咱拢是平埔族的啦，免骗啦。你去问验 DNA， 你妈你的 DNA 验看麦，你家己去验了，你知影啦。伊就是为着要来统治台湾，伊甲你欺骗。但是有一个人伊无得欺骗的，就是高山族。所以伊想讲高山族，伊无得甲你骗，伊变啦，伊要消灭高山族。你知影即摆高山族有120万，即摆剩偌济？51万，要修才50年尔呢，只有剩下51万呢。啊，为什么？怎么消灭高山族？怎么消灭你知道吗？不是开枪呢，啊，不是吃酒呢，也不是童话。我告诉你，中国人搞一只，你要知影无？要无？啊，无啊，你也无爱，我就免讲啊。我跟你讲，伊创造名词，伊甲中国甲遐遐高山族讲吼，你们要去争取原住民。我听人讲哦，高沙两个字是歧视你们呐、啊。其实高沙两个字不是歧视，是尊敬你。你高沙两个字在古代的日本书上面瞎想，什么叫高沙？他卡沙狗。很多的高山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叫做高沙，是日本天皇在当皇太子的时候来台湾，看到了高沙族的能歌善舞，很会打猎。他说这个族非常优秀啊，应该把他们叫做高沙族，把名字赐给他们。国民党一日来说高沙是高山啊，高山啊，你可以歧视啦、啊、而且他没说、哦、高沙族的人、哦、很高野哦，不行，那我们要改名字，就改先一下哦，我们要改名字叫做原住民，很成功的我们改成原住民，够意改成原住民以后啊，原住民愈来愈少。为什么？因为你名字叫做高，那个原住民啊，伊讲伊什么人？新住民有无？中国人讲伊新住民嘛，那么咱台湾人嘛叫新住民嘛。在50年，在100年以后，你叫新住民啦，我也是原住民呢。一当然原住民啦，没啊，消灭了。中国用原住民两个字消灭了中国36个原住民族啊，全世界原住民不是用原住民的，他原住民后面还有加些什么他的种呢，像我们台湾原住民起来说很可爱，他这样说，我用原住民我可以自治，其实是其实跟我自治，这帮原住民跟我自治，无啊！你若不相信，伊若无改做高山族，我直接预言给你听：50年以后，高山族迄个原住民无影啦。台湾民政府若执政，照美国人跟咱讲的，高山族的土地爱行人，甲印第安同款。台湾人要入去高山的地方，高山有高山的特点。他有他自己的警察，有他自己的学校，有他自己的法院。这个时阵啊，高沙族的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优良的历史了。他们的优良历史上，高沙族义勇军啊，家父为烈士，伊不要被用，可以改做原住民。他们讲啊，有够高义。我的预测
你个你老去写日记，你等于个记起来。他们如果用原住民，不要五十年就全部消灭。那俩执政高沙族的人结婚生一个小孩子，我们民政府补助他100万。啊，你拍手的人不是高沙族哎，但是我跟你讲哦，只有到120万呢、哦，你们满了以后就不能再补助100万了、哦。啊，先讲我清楚呢。啊，我讲哦，哦，我这脾气都出了，刚刚生囝就好。对啊，不用做了。哎、啊，还有那个高沙族的男生打工，我可以不可以娶两个老婆？我说你要娶两个老婆可以，你问你老婆同不同意？不可以啦。我不没事，别在这一政策那边在我猜，我另外没事要在小三就对了，没事了。那小三哦，抓到的话哈、哦，鞭刑，好不好？那你高沙同胞五个月，你们赞不赞成？赞不赞成？娶小三鞭刑，赞不赞成？啊，不赞成哦。娶小三要鞭刑，不赞成哦。你要允许你的先生娶小三哦。我立马听清楚了。哦、我差一条呢。哇、哦，头一摆有人讲我赞成。哇、哦，我想哎、欸，那这样哦，我也要去娶高三的高沙族哎，要赞成呢，没啥的啦。那呢？没事了，没事了。啊，对哈，你不要变来变去。你刚才说赞成就有罪恨，啊，那开玩笑归开玩笑了，还没事了啦。所以我甲各位讲哈，台湾的地位不是讲你来这上过两届课，哦，你都拢捌啦 ，no， 真深啊。所以我是希望讲，你若还够有机会哈，1月4号、5号、6号是高级班，您爱来啦。安怎讲呢？因为高级班我才有法度讲较深落去，因为你即摆头前吼、哦、接触到即个台湾地位吼、哦，你还搞不清楚啦。我敢讲高级官，你会当知影？可比讲没有光复节，因为建书台湾人建书哪有光复节，对不对？建书哪有光复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咱建书呢？咱是代表日本天皇呢，日本的帝国去甲人建呢。四一幺放伫日本的靖国神社，这表示讲咱是日本人。台湾人，中华民国200以后，也是我台湾人去中国参加伊的内战，建四一幺无甲你放伫靖国神社啊？哎、欸，迄个忠烈祠啊，足清楚，你就不是台湾，你就不是中国人嘛？安尼有清楚无？足清楚的。但是问题是讲，即摆社会氛围啊，迄个氛围啊，甲迄气氛啊。我们很难讲啊，等等，你若讲，也通讲你是异类，你怪怪的。伊敢若讲一句话，啊，中华民国遐尼啊大，国民党遐尼啊搞，有遐侪钱，啊，中华民国诶，民进党都无法度甲引导啊，啊，你台湾民政委当甲引导？各位，台湾民政府，那照美国军事政府要求，3点拢做成的时阵啊。马上中华民国就要倒，对3点：第一，当时我带228个人去告美国的时阵，伊最高法院要求这228个名单要交出来；第二，要训练4000名的人员来接这个政权，是安那4000名，不是3000，不是5000，因为单于来台湾设立行政长官公署的时候。带了1000名的公务员，现在有2300万，所以按照比例，现在要训练4000名。哇，你们能看4000名呢？这4000名吼、哦，咱这所有的民政府这干部都片片串了，你知不知？咱现在还好啦，咱现在安尼看，还够有60-70个啦。拄啊开始是20-30个、20-30个、30-40个安尼突呢，49届啊，咱拢无休困。因为这个课程是美国摆，2个礼拜一期，2个礼拜就是90个礼拜嘛，啊，90个礼拜除以7，1个礼拜7天嘛，啊不，哎，90个礼拜哈、哦、除以4啦，
因为一个月四个礼拜嘛，除以四都要22点多嘛，被23嘛，不对，到明年1月14号就是我们2周年了。高级班是第十二个啦，无啊，都拢总是爱4000个啊。高级班要4000个，但高级班又有1000几个啦，哎，有1000多个啦。啊，过来，初级班4000个，初级班哦，因为你也知影吼，初级班就是讲，拢总啦，阵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哈，迄公务人员大概有23万人啦，而且23万要过一寡中阶的迄个行政人员。爱派咱在座，你若无读高级班哦，爱派在座的去担任中级的行政人员呐。啊，高级的，就是较高级的行政人员啦。讲较土路的，领较侪钱的迄批啦。但领较侪钱爱是伊话贪污是死刑，我先跟你讲哦，贪污就是枪毙哦。我无你跟你开玩笑哦。但是我会当跟你保证，你若讲台湾民政府后摆接到捐款以后，你的薪水一定是现金的3倍、10倍给你。但是我不爱用那么多人，啊，你要学电脑啦，电脑很简单啦，去学，等于爱学啦，你别说啊，我这么多岁，我都爱学。第三点，身份证要有41万，你说哦，好困难，不困难的，你知道刚才开始去年的时候，美国跟我说，要几个人你知道，650万啦。我就要分到650万，要是我拼死哦，我就已经未成诶，650万来申请，啊不，顶个专台湾，我为头拄着人来个讲，啊嘛无650万，哎，即马吼，终于啊，即马伊看到迄个中华民国吼，啊一直向中国去吼，伊嘛惊着呢，你无看政权交互咱，无你要交互谁？啊，咱阁是过美国诶呢，唯一的窗口呢，所以。伊这41万是安那算？算给你听，你要听无？台湾有2300万人，中国人有300万。你看哦，2300万的中国人，你讲美国讲反对公投，就是理由一只啦。你有两种人伫遐嘛，一种是本土台湾人，一种是中国人。请问你变哪公投啦？你怎么公投？你不能公投嘛？两种不一样的人公投，那有可能迄个？一样的意思，所以美国说不能公投，原因是这啦。台湾不会独立，为什么不能独立？日本台湾这块土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还没答应啊。你别讲这间厝，咱来去甲住65年、67年以后，咱讲咱来招招的，咱来公投讲这间厝变咱的好唔好？你还先问厝主啊？你没问厝主讲，我们公投就可以。各位，那这样很简单，我们在座，我们的公投这间厝变成我们大家公家的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好不好？有人敢说吗？不敢说，如果较避暑的不敢说，如果没有那个有压心就敢说，好啊，公投啊，公投好的人压手都也压起来，台湾人这款型的，你这个处处游行的，你不敢说，我来公投说不定，你来问游行说好，我好，好啦，你去公投啊。啊，公投以后，啊，你提起来，啊，你支付给我啦，啊，你才对呢。所以美国说不能公投，不能独立，原因在这啦。你无问主人，啊，你干那个公投，各位，所以你看哦，美国感觉你台湾人哦，不可理解，真正呢，台湾人真正不可理解呢。什么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主权都日本天皇的，你要主权独立国家？啊，你感觉这个，我跟你讲起来，你有价值无？有无？拍手，真正爱拍手嘞！我若无讲个破，你真正唔知啊！啊，若讲个破吼，无值钱啦。第三点，这个41万是安怎来？2300万扣掉300万，中国人还佫2000万，对不对？这2000万佫扣了一半，是安怎扣一半？因为美国甲咱讲，伊甲你讲的，因为一半吼，认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好加在扣掉。这是啥物呢？
黄雕琴啊，黄巢琴啊，在1950年的12月，麦克阿瑟来台湾访问，蒋介石穿军衫，甲伊接待，叫黄雕琴来甲伊讲话。黄雕琴甲伊讲：“阮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啊，你靠呀，有影？即句话全藏伫美国的国门甲今日了。一直到什么时阵，美国国门开始变呢？2006年10月24日，咱去告美国啦。安尼，美国国门的记录才来改。哦，原来要有这阵人哦，讲伊毋是中国人，是本土台湾人。当时美国发言的时阵，头一个迄个辩论文，咪辩论文啊，迄个法律的诉讼的时阵哦，伊就先甲问讲哦，请问 Roger， 我叫 Roger， 你所谓的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是什么定义？什么定义？什么叫做本土台湾人？我敢讲，我写法律的文件我写，1945年9月2日，就是本天皇的迄个投降书签的迄个时点，在迄个时点的时阵，住伫台湾这块岛顶冠的人，甲伊的后代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所以美国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我问你一个问题咧：美国人甲美国人结婚，就是有国籍甲有国籍的人结婚，伊的囝是啥物人？美国人，这一定嘛。日本人甲日本人结婚，伊的囝是日本人。咱的老爸老母、咱的阿公阿妈拢是日本人，咱的无代无志变成中华民国啦。到问你同意无呢？伊无甲你问呢，伊直接就甲你变过呢。啊，世界无迄款法律啦。啊，所以过来，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结婚，伊的囝是啥物款呢？有国籍，有国籍跟无国籍结婚，伫人权公约内底有写，有国籍跟无国籍结婚变成有国籍。所以，即个问题来啊，越南人嫁予台湾人，伊的囝是啥物人？越南人，那有趣味啊！啊，所以这个中华民族要求呢，你越南人哦，要嫁予台湾人的时候，你讲你要放弃你的越南的国籍，啊，你系本身就无国籍，啊，你叫人放弃，所以真侪越南的人哦，结婚以后啊，无拄好个因两家离婚了，哎呀，袂当等于，这真正代志呢？啊，怎啊？干那迄死中国啊，伊就要嫁予台湾嫁。啊、中国人跟台湾人结婚，他的后代是什么人？中国人，因为他有国籍嘛，因为中国有国籍嘛。啊，你听有吗？啊，这样开始烦恼了。哎呀，我们家有几个是，不是娶中国人，就是嫁中国人，要怎样？不要紧，好佳哉，你又来上课。咱的公民权利法案是经过美国批准的，申请身份证，现在就好谈申请了，过两年主动变成本土台湾人，但是要经过考试，要会讲台语。你袂讲我是台湾人，你袂晓讲台语，敢若马英九袂晓讲台语，爱讲说是台湾人。马英九甲我同学呢，建中的啦，其实毋是同学啦，我是考入的，联考考入的，迄考是补送的，迄足崩汤，你知毋啦？我讲实在啊，我啥物人拢袂当讲，敢若我会当讲伊尔啦，因为伊高一的。三科无及格，数学48分呐，所以伊袂晓算数，你知呐？所以经济即摆一塌糊涂，你袂感觉吗？你袂感觉台湾伊个经济一塌糊涂？为什么一塌糊涂？啊，总统都袂晓算数嘛？啊，对，48分，啊，你有听课哈？48分袂当补考呢？重点是不能补考呢？咱是辛辛苦苦考入的，迄科是用补上的。花桥补上入去，所以考大学，伊是文组，建中敢若两班文组，一班是本地人，一班是侨生呐。伊考到淡江呐，啊去淡江以后，佫刚佫入去台大法律系啦。所以伊毕业以后，用中山奖学金入去哈佛啦。中国国民党提供钱，就当去读啊，哪有啥？啊，所以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迄届敢有一个人无考掉中华民国的律师啦，嘛叫做马英九啦。他本趟是变考掉对，啊，这边哈佛法律法学系毕业，一毕业的论文啊，写啥你知不知道？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啦。啊，伊个教授甲伊批准，甲伊批准以后啊，教授再无头路啦。因为啊，迄教授我别讲嘛，一定有接着红包嘛，才好过嘛。啊，所以哈佛大学毕业生，法律系毕业生，敢有一个人考袂掉美国的律师啦，名叫做马英九啦。好，这种的三脚鸟，那你通知咱台湾咱这番一流的人，你讲会郁卒，非常的郁卒的。各位啊，防务部长，我讲中国人，中国人拢安，你也看，为什么我是安那讲哦，不公平？我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啦。要下课以前讲一个故事，让你阴暗，让你困不去啦，好冇？要听下手，啊，无拢摇安尼，我唔爱讲。再问一摆，要听下手。好啦，其实你有摇无摇，我拢会讲啦。生物动物界哈、哦，生物界哈、哦，有一种的动物啦。名叫做狗蟹啦，蚂蚁啦。蚂蚁呢有两种啊，一种红狗蟹，一种是黑狗蟹。红狗蟹吼，吼，足歹，啊，足好烧台，啊吼，好吃懒做，就是吼、哦，食物放在伊边啊，伊嘛不爱食。啊，每年六月到七月，迄红狗蟹成群结队，到处去开黑狗蟹的坑啊，迄、那个。蚂蚁的那个草啦，伊吼、哦，因为后脚红狗较食食嘛，啊，即马冲入去吼，将所有的乌狗遐拢抬抬死，伊一跳、哦，啊，抬死以后呐，伊将乌狗遐的体液啊，抹伫伊的身躯顶，拢拢抹，啊，了后呢，将乌狗遐的卵啊、蛹啊，用伊的那个喉啊，夹登去伊家己的坑内底。也洞穴来的，免多久，乌狗蟹孵化变作狗蟹出来，因为红狗蟹身躯顶的味甲乌狗蟹同款，所以遐乌狗蟹就是讲，遐红狗蟹是伊的爸阿母，替伊做工，替伊做收，去外口摕食物回来，都爱甲饲呢，啊无伊歹食呢。安尼一世人，乌狗遐伫做红狗遐的奴隶。各位，今日的生物界内底有一种叫台湾人，一种叫中国人。我想我想想，讲咱人在台湾人来变做拢乌性在偌好，啊，你就分得清啊嘛。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较坏，但是南南的嘛跟咱差不多。伊即马从这個。台湾人用教育和你变作红狗蟹，红狗蟹是将乌狗蟹体液抹伫个身躯顶，但是伊这中国人是来台湾以后，用教育甲你改变，用教育甲你欺骗，讲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但是伊伫统治个时阵，虽然85%的台湾人，中国人15%尔尔，你啊看所有的部长，拢是。85%是中国人，台湾人拢足戆的啦，拢袂晓读册。其实现实上，你甲看，咱台湾人对一点读册输赢，咱台湾人嘛真水呢。你看电视顶管同款，所有的演艺界，拢总是中国人较侪呢。台湾人呐，生了较水的，你拢爬袂起来啦。敢若有一个。不同款啦，我的小妹叫林志玲啊。哎呦，嘿，我后壁伊个后壁讲啊，因为伊个名我同款差一字啊。过去，因为林志玲真个太水嘞，伊要甲磨灭都磨灭不了啊。除了迄个人做一个样品互恁看，敢真正中国人较水吗？无呢，台湾人较水呢。伊就当知影你水，你缘投的哦，伊就甲你
摆边啊。人伊中国人都会晓伫要失去政权的时阵啊，拢去买媒体，台湾人袂晓啊。有啦，阿扁去做总统的时阵哦，台湾人所提媒体拢卖袂掉啦，伊讲我趁钱就好。啊，台湾人是足可怜的，看到钱哦，真正啥物牌拢袂记。啊，即嘛袂卖，再来讲哦。哦，你中国哦，安怎，欺负台湾人，你家己有武器拢卖袂掉啊？听讲民视嘛差不多安尼，嘛卖袂掉啊？所有电台拢安尼呢？你也看哈、哦，报纸，互咱订，但是电视不爱互咱去呢。咱即摆有钱啊，有人帮忙嘛，咱拢无多去呢。咱是免去甲讲吼，我甲你买时段。好啊，时段真好啊，偌济开块啊！啥物人要来主持？林志升啊，袂使。看到我的名，敢若听到贵呢？不敢呢。我甲你讲，若好大胆，我去上电视。我甲你讲，免三个月，你若无变，我随在你。将这事实甲台湾人讲落去，台湾人袂觉醒吗？你讲会觉醒无？对哇、啊。所以即摆无法度，都爱靠。在座各位啊，恁的嘴啊，卖惊人笑，卖惊人骂，伊若骂你，卖伊，你用迄个空的嘛。41万无困难呢，2300万才2%呢，2% 的台湾人来申请身份证，咱就正款了呢。2000万扣掉一半，台湾人跟中国人扣掉剩一半，1000万呢？4人来内底投票率67%啊，所以670万，670万，这美国家己计算的，伊讲扣掉迄个未成年的扣的，安尼就过一半啦，335啦。美国和南斯丹独立的时阵，联合国改要求12.25%的人投票通过就可以，所以335乘上12.25%，41万。安尼有简单无？咱现准时到今日为止，到今年的年底，咱有6000名已经有身份证啊！即摆速度真紧啊啦！即摆平均超一礼拜拢超成千个啦，紧啊！所以若到2万的时阵哦，就足紧的哦，2万变4万，4万变8万，8万变16万，16万变32万，安尼过啊？对。但是赶快要拜托各位，你的嘴。唔免用，爱讲，阿麦惊人笑。那咱的论述，依法律的论述，我甲各位讲，100%绝对正确。所以你麦惊人笑。阿那甲你笑，你甲当作迄空诶、戆诶，你甲记起落啊，后摆你就知啊。总有一天吼，伊会甲你讲吼，我老早就知影。这台湾人的性就是这样的、啊、我老早就知道了、啊、林志升我认识你到那时候很多人都认识我不跟你骗、哦、我跟他说过的话现在就已经有人这样说了我认识你我站在旁边就说他认识林志升我说、啊、他有挂眼镜吗想几波好像有、哦、很好笑呢但是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为2005年开始做这个论述以来，所有敢骂的人，我拢不回应。我该控那个劝告咱各位哈在座的查甫的同志，今这条咯两个代志卖去帮，第一钱卖帮，第二查某卖帮。你有太太就好啊，卖个小三，你若要行这条路就爱安尼。当然嘛对，你才讲赞成你袂是。当然啦、哦、女士也是一样啦咱是希望讲、哦、我们的社会价值要恢复啦一个太太就好嘛何必呢对吧、啊、你不介意你别结婚嘛啊你结婚就是忠于一个老婆嘛干不是这样所以呢当然啦、哦、这个因为这礼拜是因为蔡明华、哦、副主席他有为美国回来所以拜一个会到时的课我有我才40分钟要照伊，啊，所以我有够留20分钟啦，啊，所以，啊。
对啦，甲拜啊。啊，我讲唔对啦，礼拜啦，礼拜点半，礼拜点半啦，我啦哈，礼拜礼拜，歹势歹势，反正讲唔对，爱甲提醒一下，吼、哦，礼拜吼，好吧，无啦，无啦，好啦，我你袂害啊，迄尤老板爱烦恼啊，我互你吃，袂啦，啊，若讲大落去就大落去啦。大了就算了，你袂记得吗？所以嘛，大了是就一直断到尾啊。所以哈、哦，各位哈、哦，那个，哎，我过来，我后节课就是礼拜天的那个啊，做下午哎一点半，在一点半哦，要给蔡明华哈，伊咱的驻美代表，伊甲各位讲一寡代志，真好。啊，我还佫有留二十分钟，伫迄个时阵再来佮讲。啊，你稍等下呢，伫这个楼卡哈，有迄个番薯汤啦，咱两食十顿呢。啊，若较厉害的人吼，会重三公斤啦。哦，啊，大家去拍拼，吼、哦，啊，这个明仔去，吼、哦，啊，七点吃早餐，六点起床，哦，六点就迄个音乐会响起来，吼、哦，啊，你会当去后边爬山，吼、哦，后边去爬山，啊，爬山了会食较济，啊，食够本的啦，做恁尽量吃哈，来，多谢各位，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咱楼卡一楼点心会使用。